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其实我之前不太听摇滚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我的一个朋友非按着我听了一首歌，听着听着呢，就觉得哎挺放松的，甚至还有点下酒，不知不觉就听了好几遍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艾米丽》。那么那天呢，我也知道了咱们国家有一支乐队叫做回春丹，听说他们要去参加月下了，祝回春丹夏令营玩得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尹正。听说回春丹要参加月下了，就肯定这里边有人特别开心，然后估计也有一部分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不该去，但我认为呢，就该去，还是得去，因为我还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他，他是一个好乐队，我喜欢他，然后这个在这里有些话想对回春丹的各位说一下，就是。夏令营你就好好玩儿就行了，做自己，放松，对吧？开心，一定要守护住自己心中的正义，就不要随便的断气，不然的话，一定会失去你的 Amy。加油，回春丹！